So 你在说你的学生的话、嗯、你会 encourage 他们 to be more natural than and not to be afraid. 对，靠直觉 去说。对啊， conne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fection. 可是大家在学校 conne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fection. 对，哇、wow, 今天的金句 conne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erfection. 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因为英文它是一个语言，可是在学校又变成一个考试科目。对，所以大家会一直把自己的英文成绩跟自己的人格还有信心绑在一起。Yeah. 那就会觉得我考不好就代表我英文不好，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就会这样连在一起。Oh, yeah. 可是其实你能够拿来沟通，你很勇敢，那你就非常的完美，然后你不用追求我全部都很完美，因为你不是在考试。哎、欸，对，对啊，敢讲就很厉害。嗯，那你为什么这么敢讲？我没有到，哎、欸，我小时候，OK，sorry，sorry，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中也是跟你跟凯走在路上，我都不记得，好像刚毕业之类吧。然后有一个我记得很深刻，是因为有个外国人就走过来说 ，excuse me。Do you know where the Taipei Arena is?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听，他说啊 ，Sorry, I don't know， 就走掉。嗯，然后就开就突然问一句，他不是问小巨蛋在哪吗？我说我知道啊，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讲？我那个时候想说，我有点不敢讲、哦，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就说啊 ，Sorry, I don't know， 这样我就。可是你拒绝还蛮帅的，你很有自信的说 ，Sorry, I don't know。那你这样帅帅一波吧，你这样感觉英文很好哎、欸，对，感觉英文很好。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听得懂，我不回答吗？有可能，为什么你也不在旁边？我在旁边我不讲。可是为什么听得懂就一定要回答？本来就可以不回答，所以我是做对的选择。也不回答也是一个回答。对啊 ，I mean， 对啊，就是小时候。要可是你想讲的重点是还是有一点害羞跟害怕，因为我会害怕我开口之后他会有更多的问题回来。哦，就你对、啊，我不想要开始这一段對、啊。你看連英文已经很好，就那个时候英文不错的，上都会有点害怕。但这是因为你是 introvert 的关系，还是因为英文的语言的关系？语言一定会影响，我觉得就是双重啊，都有。本来就已经是内向的人、啊，那你要我开口讲英文，那我害怕又引发更多的不必要的对话，不必要的对话。No， 就省麻烦嘛，就省一点麻烦。OK，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整体上对于英文还是一个哦，好像。我都很喜欢开玩笑啦，我就说不要把英文当才艺，因为很多人把英文口说好像弄成一个才艺表演，然后大家在比赛、yeah. 然后你一定要能够上得了台你才敢说、哦、我会讲英文，不然都会有人这样子哦，不然大家都会假装说哦不讲英文啊，这样才是 public speaking 才是一个才艺吧，不是语言吧。可是我觉得在台湾你会有人把英文讲得很不错就会被当成一种才艺、欸、哦真的哦、嗯、好像有一点我还蛮喜欢让这样讲英文我是秀一波，不要不要，对啊，他们会就是你英文讲得很好，他们就会想要就是让你秀一下这样子，对，就会导致于英文没有那么好的人就不敢讲话，因为就是会有这种气氛，就是要秀，会有这个气氛。哦、so which part did you belong to？ 我就是叫别人讲，然后自己不讲那个，你就叫Sean讲，就是害羞，一直有这个误解。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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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不要再讲了。Hey guys,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 感谢你们收看这支影片。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不要忘记订阅。And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 you can click right over here. 如果你想看更多，就按这里，点这边。Click, click.